大力士，你看你做了什么事情？你把玩具给拆了。妈妈只是去忙一下，回来你就把它拆了，还丢到地上去。哈，哈，Hercules，哈，你是大力士吗？哈，你是大力士吗？哈，你把东西拆了，装不装得回去啊？哈，你早上才在被打到，打成红色的额头，你现在居然把它给拆了，你太神奇了吧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他生气妹妹，他生气妹妹，你要唱歌给妈妈听，你唱歌给妈妈听。那个不是 teether 啦，妹妹。啊，那个不是 teether 啦，啊，那个不是 teether 啦，啊。